大家好啊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圣莫妮卡海滩哦。这边呢也是一个在美国这边很出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啊，你是一定要过来的一种啊。哇，从外面拍里面就更漂亮啊。这边全部是海滩啊、哦！哇，今天人超多的、哦，两个美女警察，阿拉斯加县。今天呢是跟家里人一起过来啊，刚刚吃完饭就过来了啊。哦，好像下面有停车场啊，圣莫妮卡就是那边啊。前面都是海滩，我们现在先买一点水果吃啊。来看，路边摊啊，这种。在洛杉矶市区的话，大概是七美金、八美金嘛，在这里它是十美金啊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How long the? 晚啊。西瓜蛮甜的。十美金啊！今天是星期天啊，那你大家来这里的话，要把包包放在前面啊，千万不要放在后面，因为人太多啊，容易被扒手拿走、啊。然后我当地的朋友跟我说啊，这边如果你们要有人拿东西给你啊，不要接过来看啊，不要拿也不要接啊，到时候就是他们会硬卖给你啊。路边呢有这种小贩啊。圣莫妮卡码头啊，香肠，今天应该是星期天的缘故啊，哇，前面人超多的，大家看啊，有点恐怖啊。那旁边的全部都是海滩啊，这边也是啊，这边海滩呢是以金黄色的沙子啊出名啊。圣莫妮卡码头呢是建于1909年啊，所以说今年2023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。这边最出名的呢就是海滩啊，金黄色的海滩有3.5英里长啊，左边右边全部都是海滩啊。然后这上面呢有很多的这种购物店啊、餐厅啊，然后后面上面呢有那个度假村啊、别墅，你可以住在这个附近，然后来这边观看日落啊。据说呢，圣莫妮卡的日落啊是全美国最好的日落啊。那等一下我们看啊，今天能不能待到日落的时候啊。超多人。那这边有这种形形色色的商店啊，还有路边美食，还有比基尼美女啊。很多人在这边放风筝，看啊，好多人在这边玩这个沙子啊、哦，在看海浪啊、哦，哦，哦，大家看上面有看到吗？米国人奶奶有啊，阿拉司令，那是什么？怎么叫啊？降落伞啊？那在码头上也有很多娱乐用品啊，像那种过山车啊这种。我在哪里啊？
了票啊，12美金一个人，现在在等啊。Space Coaster 就是这个火车啊，过山车。来看队伍啊，后面啊，超长的啊。然后前面，哇，今天人超多的啊！我朋友说他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人啊。星期天，如果是周一到周五过来的话，应该会好很多。那位老兄啊，好久了都没有上去啊。那位老兄，好，马上就到了啊。但是老兄好像还没有上来啊。加油加油，哎呀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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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上不来。去玩那个火车，然后还有那个摇摆的那个，本来呢我是想拿相机去拍的，然后我才买了那个票啊，但是呢上去以后他说不让拍，我就想下来了，但是我外甥他们不让我下来啊，所以就在那边玩了，玩了这么多头晕了有点。好，那现在的话我们来前面看一下码头最前面啊，现在4点多还是很多人哦，上面很多广告啊，搞有飞机做广告，那现在去码头的最前面看一下啊，很多人在这边钓鱼，超多人的，看一下有没有鱼，没有，哦，你们看，什么鱼啊？什么的 fish？好，前面好像有什么表演。大家看这边啊。哇，那还是有很多人在这边啊。我跟大家说啊，虽然说它只有20度，但是它的阳光真的是很厉害啊。感觉要脱了一层皮一样，然后它的风也是超大的，像海风啊，超大的，我的头发都要飞走了。这边做广告都是用飞机的嘛啊，在亚洲那边很难看到啊。那前面的是餐厅啊。很多人在这边钓鱼哦，困大巴腰呢。大家都在这边钓鱼了。啊，你来喊。两个美女警察。就是这样，这是最前面了啊。哦，这边可以下去了。那下面的话，大家都在钓鱼啊，这是最前面啊。就这样，啊，圣莫尼卡。
码头啊，超多的码头。我那是加拿大。哦，大家看他们有这么多蟹哦，大家看啊，阿拉斯加蟹。哇。ปูก็ตบได้เนาะมันมี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หมดนะคือมันจะติดกับปลามาบ้างว้า从外面拍里面就更漂亮啊大家看啊那个风车啊海滩啊5.6公里远的长的海滩有很多纪念品啊冰箱贴啊这就是 Santa Monica 码头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留言跟我说啊。